好，今天来到动物园，来飞一下小穿越机，已经充好两个电池了。我们看看谁在飞。防疫期间哈，大家都要保持安全距离。原来是阿健在飞。阿健，这台是什么？目视哦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哇，看到没？这才是目视吧？太强了！做一下那个 F3C 的动作。你这尾巴没有亮灯，你还能看得到？哎呦喂！好，用手接。这还要手接的？还是停在草皮上？哎，这马筏看起来很有力耶。这 K 位置比较低啊。哦。水哦，真的手要可以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还是不要好了，太危险了。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那个频率是多少，先不要拔电。通常烧掉哦，都是你卡到东西的时候还硬吹啦。你看这边很多人在练车，这边大概有两三台车，三四台在练车，真的。练汽车可以啊，没有没有，他就汽车啊。练摩托车不行啊。没有，他练汽车，然后管理员骑摩托车把他砍走。你有开吗？有。看一下多少。看到没？这是肥沙。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哎。对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在中校哎、欸，你的突传没有发射，没有出来哦。等一下，我换一个东西。也没有 ，Runken TSA 200，那你这台只能当作目视飞了哦。你是不是不会装机？还是你那边还有啊？看还有。装机经验不够，要不要叫 Sam 帮你装？好，等一下再调一下。阿健又要试五寸机。会不会动？六 S 的哦。不会动。啊，你换了什么东西？哎，你不是换那个数位镜头？对啊。选台选错了。而且听说有这样子的。你没有看黄历哦。录影一下，拿这台来录。有啦。没有叫。解锁呢？没有。
解锁没有？解锁应该要叫啊。对啊，解锁应该要叫，怎么叫？算了，等下再试。不叫的鸡啊。奇怪，今天是啊，两台都有状况。阿健今天不行。对，阿健终于可以了，我再帮你记录一下。很不习惯，太清楚就没有借口了。戴眼镜飞行 6S 黑羊，哦哦，好猛哦！哦，好专心哦！不要撞树嘞！那 GoPro 有没有录影？哎，这是你第一次飞无人机用数位吧？对不对？回不去了哈。看，后面会马赛克吗？对，直接马赛克。两边。成功降落。